记者方慧宗台北报道，米其林金十四揭晓台北米其林指南精选名单，总计有110家餐厅上榜，南瓜33种不同的料理风格，摘星餐厅共20家，当中位于台北市大安区日式料理千安汉斋台北米其林指南一星，出林15年的料理长何之君雄被问到最满意最拿手的料理，他竟笑说没有，实情是对于汉之君雄想求时令食材和当日新鲜到店的宗旨而言，客人从入店到离开每刻都得给足惊喜，无论手握寿司或割烹料理，每一款都要惊艳。对于摘星，汉之君雄幽默谈到自己也有紧张的时候，他说面对首次光顾的客人，其实自己也会紧张，因为不知道客人的口味怎么样。不过汉之君雄也说，除了料理、服务、环境都是秉持100%的用心。米其林123星记者陈一宽社。